飞蚊症是一种与眼睛玻璃体内颗粒相关的眼部问题，通常与饮食没有直接关联。然而，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摄取一些特定的营养素，可能有助于维护眼部健康，减轻潜在的眼部问题，包括飞蚊症。以下是一些水果和蔬菜，它们富含与眼部健康相关的营养素。胡萝卜，胡萝卜富含贝塔胡萝卜素，这是维生素 A 的前提，有助于保护视网膜健康。红橙色水果和蔬菜，如橙子、柚子、红椒、西红柿等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这对于眼睛组织的健康至关重要。蓝莓，蓝莓富含抗氧化物质，如类胡萝卜素、花青素和维生素 C，这些有助于减轻眼部氧化损伤。番茄，番茄富含叶酸和维生素 C， 有助于减轻眼部压力和促进眼睛健康。菠菜，菠菜是维生素 A 和叶酸的良好来源，可促进视觉系统的正常功能。南瓜，南瓜富含维生素 A、C 和锌，这对眼睛健康非常有益。橙色甜椒，这些蔬菜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和贝塔胡萝卜素，对眼睛健康有帮助。番石榴富含维生素 C 和抗氧化物质，对眼睛健康有益。尽管这些水果和蔬菜富含对眼部健康有益的营养素，但它们不能直接治疗或消除飞蚊症。如果您感到担忧或困扰于飞蚊症症状，建议咨询眼科医生，以获取专业建议和治疗选项，他们可以为您提供更详细的信息和治疗建议。